转播的连线好未？好了 ，OK。咱所上的课哈，伫网络上全世界拢看会到，所以毋是讲干咱去上课尔。美国的所有台湾人啊，你甲看每一摆咱咧上课，拢超两万人去咧网顶咧看。所以咱后摆若等于出去以后吼，每拜五、拜六、礼拜伫上课的时阵你会当伫网顶台湾民政的网顶吼，我会当来看这个叫做上课的情形。尤其我伫上课吼，每一摆上课的内容无同款，我用上新的资讯吼，伫上课的时阵来讲。所以你若要知影这个资讯吼，你用看台湾政府、民政府的网站。即摆有阁加一个网站，就是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的新闻网啊，这是七月七日开始开播啊，这里我来会当这两个网站会当去看卖啊，啊，上新的资料拢有。来，他拄啊即摆起来，人若无摕到无爱，拜托来掏钱吼。各位早。好。那个我们那个第一节课马上要开始了，以我们这个
议长啊来讲解有关会计制度啊，谢谢各位，起立。已经，今日，讲解。林秘书长，各州的州长，大家同心，大家早安。今日我要甲大家探讨的是咱的会计制度啊，甲内部控制。要讲。进前要提一个问题，大家来想看卖咧。大家有这个感觉无？为什么咱阿扁啊总统甲李登辉总统？国民党政府流氓政府起诉这两天的代志，就是李登辉总统遐久的时间拢无代志，拄啊这个时阵提出起诉，这是什么原因？大家想看卖咧，这就是会使讲依照我的观点啊，是流氓政府啦，伊无把这个。会计制度完全了解啦，伊要超工，资格处、审计处、会计单位的，大家拢无做，拢无责任，哪有一个总统咧管这些小的、这些事务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大家来上这个课。家己，我爱了解以后，可能你我会去做到这些代志，所以大家爱了解讲，这都是什么情形？会计审计部主审计长无代志国处长也无代志。会计科长也无代志，因遐是啥物叫做内部控制？安尼大家都真了解，所以讲咱爱了解讲，咱即卖的以后咱的会计制度要安怎来定爱来了解，要搁甲大家讲。咱一本台湾公民权利法案29条特别规定，每一个以后执行者拢爱根据这29条咱的规定来做，这就是咱民政府未来要把台湾走出一条富强大家一个美丽度，所以早期外国人就把看到台湾是佛摩萨，已经把你定论过以后，这就是咱未来要发展的一条路。我伫遮
要甲大家讲，咱拄啊有这个林秘书长啊，来引导甲何瑞妍那么顾问啊，来甲咱指导，咱才有行出这条路。足感谢大家半时间来参加，我来即马再来介绍讲会计这个制度。咱要讲，咱要差不多分即几咱呢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是即几个项目。咱的议题啦，咱第一个就是讲会计制度的重要性，过来就要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应该讲这两点，头拄啊讲遐话，应该就是这两点。为什么咱的法院检察官？因是观察抓入走，所判拢是台湾人，主客处一点啊关系拢无。会负责会计单位内部控制的人拢无责任，安尼大家去想就知影。这点咱应了解这个情形。那么我看大家外面，我大家吼，免讲真，把这个课程拢抄落来吼，我拢丢在那边吼，拢会得予大家吼。这是公开的吼，我的PowerPoint 吼。咱即摆个讲来就是讲内部控制缺失吼。甲这个风险，甲公司这个自治的引进，这个就是现在世界上，因为美国那是发现迄个会计上的这个舞弊啦，这个做啥？这个舞弊啦，所以伊发展了伫国会啦因众议众议院甲这个参议院参议院甲众议院来推出这个沙坪法案，这会使讲互人做内部控制真重要的一个法案，全世界几乎拢按照这个法案来推行所以讲这大家应该爱了解的所在当然，咱有提到一挂个案，就是讲李丽华丽事务所啦，也弊案这那是就是员工那么钱款而逃那刚刚把钱款款的烂干，我走去中国去。咱的国安局的一个国安局一个会计处长烂干，把所有的资料提提去，可能伊这叫做保命啦，未可起码都啊用伊的方式。来抹黑咱的台湾总统过来这个我看博达案这就是正式掏空啦这王佑珍大家也知影立霸案我看这个咱来做一个简单的探讨咱即马就来咱来看
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啦，下面叫做啊会计制度啦。那么啊，咱会使讲是啊，该啊，我们就是一般的啊是啊，记载这个一般的公认的会计原则，甲其他法院啊法院要求下的企业。甲这个叫做啊团体啊，啊甲这个叫做啊集团啊。那么依照这个会计制度诶来定一个较好诶啊完善吼、哦、啊有关啊经营啊这个职责啦啊重责啦。啊这都是啥？主要这都是啥物？主要就是内部啦，爱制定一个会计的循环。啊，这个循环啊，拢是大家会了解，拢是从这个传票哦，啊加啊取得啊，依照传票啊再来记这个校簿啊，校簿啊再来做这个财啊，这个财务啊报表。编这个报表了后，啊，才啊送予啊所有关的所爱的部门，啊，这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啊会计的循环作业啦。啊，甲会计政策甲方法，这就是讲，因为看这个咱头拄啊，咱确定我会来啊解着啊解说着会计政策，可能有诶。较无了解，咱啊，确定才过来说明安尼。啊，以这啦来做一个啥？咱会使讲不确定的情况吼，无确定的情形啊，来做一个估计处理。咱这两个会使甲大家来搁想一个问题，说会使讲为什么会计咱所讲的？咱大家可能有的拢厝的拢在做生意，拢会请会计师来甲你管理你这个啊销。咱会去发现到讲，咱请甲会计师来整理销，过来请一个会计师来整理销，假设两个会计师。相同的啊，这个凭证甲这个资料拢交予因去整理，为什么到尾啊，赚的钱啦、啊，无一定同款？这点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咱啊要讲，就是讲，这就是讲会计原则啊，有的想法。利用多一个原则来做啊判断，这拢有无同款？就是讲，咱搁讲起来，就是所做的销啊，加加一个无同款的会计师啊，伊的想法加伊的观念无同款，因为这拢有一个判断性，所以讲这个会计啦。咱会使搁讲到转来讲，咱来看讲咱的健保啊，健保费，咱哪会要去健保费？啊，有诶讲，制度啊，咱诶制度啊，无同款啊，有诶讲啊，要用现金。基础来做，有诶讲，我是啊专款啊基础，前者啊基础来做，安尼算起来绝对无同款。啊，咱啊下一张。
啊，我看因为大家也不是讲去真了解讲这个会计的情形啦。咱介绍讲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你因为会计，伊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做事。哦，啊，我看这大家，我看应该会了解，拢是你做的事，是这个单位。你若讲啊，总统府所做的事，就是总统府这个单位的事，做出来的效果，做出来的啊效果，就表示讲总统府的这个的报表。啊，咱即马阁讲倒转来吼，咱现在啦，咱啊现在的地方政府啦，有这个规定，上市的公司啦，在这个啊2013年咱上市的啦公司啊，拢爱采用啊，一般说啊 IFRS， 就是讲咱所讲的，就是国际。啊，国际财务准则啦，我们依照国际财务啊准则来做这些国际财务准则来做，哦，啊，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咱所讲的，就是拢是企业啊，企业个体啦，继续经营啦，啊，拢也是有这个单位。我看应该大家拢较会了解吼。咱讲伊要做啊新台票，以后看咱要用美金啊做单位哪会使哩啊？看要用什么做单位？哦啊，这个就是货啊，迄、那个币值啊，货币的啊，一定是咱消积累，买落来100块就100块。哦，这几年来拢100块，啊，实际上一定有贬值的啊，贬值啊。啊，这可能咱无啊，这个咱这个期间啊，日本啊是4月初开始，到第2年啊3月30日，啊，咱现在拢是1月初1到12月30日，啊，会使家己规定无？伫世界各国所采用的啊，无一定同款。啊，我所知影啊。有的在不同款的情形，讲我是8月初1开工的，我要8月初1开始，会使哩，袂使哩？这个会计制度我会使哩，吼、哦！啊，这就是讲这个期间啊，这个啊会计啊，这个期间吼、哦，你家己来定。啊，过来就是重要性加啊稳健性吼。这个就是要讲的，就是讲有的人把这个买的东西把绿岛资产，有的说这是费用啊、哦、我们最简单说修理厂他来买一个修理工具、啊、这个工具10多年不错、啊、是要把绿岛资产、啊、是要把绿岛费用哎、欸，买偌济？啊，买2000块。啊，恁大家情况卖看，有诶讲，哎、欸，这要爱绿岛啥？绿岛资产伊这10多年未歹。啊，有诶讲，嗯，啊，这2000块尔，啊，咱生意做要几亿咧，啊，2000块这都费用，啊，这甲报费用，所以大家会真了解讲，我头拄啊所讲诶，甲因诶判断。哦，判断讲是毋是啊？是毋是做出来拢无共款？啊，有诶会甲问别人，有人甲问讲，啊，张教授啊，啊，那高等科啊，咱参加政府诶考试也好，
咱伫校考试也好，欸，啊，出来答案拢共款。我甲讲，你出题目的时啊，拢甲你限制好啊，伊无爱互你去选啦，伊甲你限制好啊，出来题目拢甲你限制好啊，伊个假设的条件伊拢甲你限定啊，啊，所以出来答案拢共款。啊，那实务上啊，因为遮济空间，互你来啊决定。啊，我头拄啊那咧讲，咱啊台湾人民啊权利法案啊，都、就是咱的医生啊，考虑到啥成本甲效率的考量啦、啊。本意比吼、哦，本意比无甲一个，咱袂使来执行啦。哦，这本我大家拜托，等下看详细。啊，阿伯啊，各州啊，要编出来这啊，这个啊预算，就是我按照吼、哦，按照这个讲啊，咱啊。回来哈、哦，按照这个成本甲效益的考量，吼、哦，这就是咱伊即马讲要上来这个做啊，由国啊国务院统筹啊送这个啊参院啊参议院时啦，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来安排啊排这个顺序啊有这个规定。哦，啊，这我予大家知影一下，吼、哦，啊，过来，咱要看到，这就是讲行业吼、哦，有的人是一年，啊，若讲平湖，伊甲做这个热天的生意，甲寒天啊，海风簌簌叫，所以因遐根本生意就足歹做哩。哦啊、所以讲，因若伫平湖，伊要设，伊要安怎来分担伊个成本的计算，伊就爱假设讲，我这个不同，那讲咱个固定成本的分析内底啦，伊就我来分摊，啊是要安怎来分摊？要依照吼、哦、依照伊个。的营业额来算，吼、哦，每个月要赚偌济，安尼就伊就袂使用一年来算，因为他半年无生意嘛，哦，依照讲伊的营业哦六个月啊来分摊伊这个啊费用的摊啊诶这个摊销啦吼摊，哦啊这个就是啊咱所讲的就是成本。甲这个叫做效益的啊考量，啊，甲头拄我讲的，就行业别有诶，就是季节吼季节性诶。啊，甲来啊，咱还有提啊有提到讲啊，现今啊基础加啊宽窄啊宽窄的基础诶发展的基础，我最简单讲一下吼。啊，较早甲现在应该医生管。因为技巧的制度啦，大部分拢是现金基础啦。因安那，我你来看病，无欠少的啊，啊无欠少拢收现金嘛，啊所以讲啊收来，伊就计收入。啊，伊买药啊，哦一届买落啊，惊讲啊送来哦付现金啊付嘞，无迄个欠少的啦。虽然有的药厂交物件来，伊即马无来收，伊啊后个月来收，后个月算后个月的少啦，这叫做现金啊基础。无迄个讲，当时发生伫这个今仔日。安尼就是爱算今仔日的少，
真多啊代志啦，有的行政官员，有的乌白算，伊讲啊，甲你算啊，两套笑铺。哦，这就是讲咱这个建啊，建保局，伊讲有两种，一个学者提出来讲有两种笑铺，啊，一部伊是用现金基础，啊，一个就是讲用关节发生基础。啊，现金基础因为什么？因为安怎？啊，就马政府伊要予台湾政府阿边啊，政府所推行的好的政策要甲废掉，伊都唔交都唔交啦，讲依法行政啦，大法官、法院拢判了，唔交都唔交，啊，真正大家无法度伊，这点大家还可以思考。为什么我去想到这个国防部编的十啊讲建国百年什么精彩啦，真正啊真的真精彩，安怎真精彩，两个台湾人民算出来的总统讲两个差运行去啦，真正安尼有精彩无？哇，足精彩有影！国防部发行的这种，咱即马来快啊，会计政策，咱头拄仔所讲的拢是。因为会计政策内底啊，会使啥？咱的编制的财务报表的时啊，这个啊基本的架设、甲基本的原则、啊甲详细的细节、甲这个顺序的方法啦、啊。若是有一项啊，用算哩，吼、哦，会滴啊，互咱算哩，咱财务的报表爱达到这个运。运动的表达的时阵啊，咱会使算，会使算。所以这点啊，大家就真清楚讲，甲因两个会计师做出来效无同款，因为因的观念、因的判断无同，所以讲咱会了解讲会计政策。所以大家去想讲，足奇怪啊、咱公司啊。要来发行这个股票，所以拢当年赚钱啦。发行了两三年后，讲我却当年咧了钱啦。啊，这就是什么原因啊？啊，这就是啊，爱咱爱了解讲，因为真济的代志啦，伊无啊，那么。运动的表达啦，拢无运动的表达啦。啊，实际上啊，咱会计政策啊，是爱达到甲即个讲用运动的表达。啊，咱啊，再啊，过来看，即摆要来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那么内部控制啦。啊，是一个主力啊，来去啊，配合啊，甲这个规定的设施啦。啊，咱会使讲主要干涉的啊，这就是直接的啊，咱所讲的啊，那以这个内部控制啦，主要是来监视甲这个监督啦。啊，来监督什么？这个会计政策看有这个落实啊，甲。伊个啊效率较效果无啦，吼、哦、啊！这个啊，即摆咱过来看啊，会计制度啊是一个理想的标准
啊，内部控制啊，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啦，吼、哦，啊，这个咱会了解。啊，内部控制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杜绝机关单位啊，这个啊舞弊啦，这个贪污啦，啊，这主要就是要来这个，让大家了解。啊，咱这个就是讲，这个舞弊啊，有两种啦，吼、哦，这个作弊啦，有这个两种啦。第就是财务报道的作弊，啊，甲一个啊利用啊来利用啊，这个甲这个侵占这个资产啊，有这两种啊。咱啊，咱即马过来看内部控制的目的啦，咱就是啊，头拄啊讲过啊，啊，伊的作弊吼。哦这个的类型啊，有两个啊，两种啊，主要这两种财务报道的这个作弊啦，这个舞弊啦，就是有两种方法啦。一种是啥？咱叫做啊，迄、那个英语啊，就是探钱，迄、那个做啥？咱个要做英语的管理啦。啊，一切都是啥管理单位的啊，阶层的，拢是啥？咱所讲的讲执行长啦、执行长，啊个讲做财务长，啊是啊董事长。哦，这单位啊，这人所做的代志吼，啊来扭曲，这个咱的赚钱甲了钱啊，这个代志伫这个财务报表上，啊是收入的管理啦，那、啊、收入啊甲费用当期有啥物变动，啊伊来用这个来作为调整啦，来做调整。啊，这个简单讲就是讲，啊。咱的有的是啊收入啊，实在是今年的收入，伊甲摕对明年来算，会使哩袂使哩？啊，因为伊的观念讲，这是算预收啦。啊，这是啊，即嘛收的，但是唔是啊，这是啊，甲摕到。算明年收的，啊，这主要是要啥？伊这啊，这个叫做啊，管理这个阶层的这个人讲，今年赚伤济啊，留一寡到明年来。哎，这是什么公司啊？咱所知影的，以为是中国石油嘛，啊，伊是中国的石油嘛，啊，伊就是伊。爱讲今年要赚偌济，赚够啊！其他才赚一寡到明年来啊！伊为叫做畅销啦，这就是讲，这咱一般讲的都是畅销。伊会使用这个方式来调整这个财务报表。哦，啊，过来就是要来讲，利用啊，这个要做慈善啊，这个情形。啊，这个啊，咱会使看到什么情形？伊这个，咱所知啊，救国团啊，哦啊，什么叫做啊东山啊，啊什么东营的事业啦、啊，啊，这拢是啥？早期啊，都无人来管理，啊，拢因的人。啊，就是一个转，因啊转的，就变因的啊，他啊，所以讲这是足严重的啊代志啊，可能下摆咱也是足有一个啊重大的责任啊，来处理这个啊无公义的这个啊财产。啊，咱即马来讲内部控制缺失的风险啊！啊，那内部控制做了无好，啊，无法度达到啊这个目的，
是啥物有啥物发生的啊，咱的方向啊，主要有咱的三点啦，这个就是啊，这个啊诱因啊，这个啊加这个啊压力啦，哦，啊加有互伊机会，啊加这个讲叫做态度加合理化，啊这三个啊。来啊，咱一步一步啊，来个啊看啊，咱啊下来，这就是啊，咱这个压力，吼、哦，这主要是有的是安怎，面顶的压力啊，到尾啊啊，伊来啊犯罪啊来啊，这个做这个要做舞弊啊，这个情形。吼、哦，这就是啊，咱所讲的第一项。啊，即卖看来第二项就是啊，这个机会啦，可以有这个机会。啊，这就是咱啊管理上啊一个啊错误啦。哦，啊，咱无加强这个制度啊，内部控制制度啊，互因哦授权伤大啦，啊这啊无轮调啦，种种啊。这拢有法度啊，影响起来。啊，甲咱过来看啊，这个合理啊，我们这个合理化，甲这个做啊态度的合理化。以前咪讲啊，以前人都安尼做，啊，咱起码那是安尼做。哦，这个观念啊，大家会了解讲，实际上那个。做个总统啊，会去管这个做啥？较细只个代志，伊都放个。咱甲讲咱迄个做啊，咱总统府讲公文归档啊，啊，算伫啥物？啊，算伫咱啊阿扁啊个做啥？身上讲啊阿扁啊总统。啊，这个啊，归档，迄、那个档案吼，归偌济也无归档。啊，这，咱会去了解讲，因这就是啊，实际上是唔对哈，因 不存在违背这个叫做啊良心嘛。啊，因为伊讲这是合理的，那就是各单位的政府机关的。主管啊，特别会讲啊，以前都安尼，以前都大家去收发票、收的啊，再交去啊报销啊。那伫我的观念讲，实际上这些办理会计单位的这些人，爱先判罪。噶起码，主办会计、主计单位拢无判罪，这实在，人家讲啊。讲本末倒置了，因为伊咧管的，伊上清楚。啊，你伊咧开销，啊，你就爱去登因啊，啊，无你咧登因啊，是咧登假的哦。啊，伊就知影伊讲啊，伊即卖因讲啊，较早都安尼，你拢去提发票来，啊，是毋是？这个会计单位的，一定爱，若要较正义的法院啊，的判断啊，一定爱。这些主计单位要来先判刑，啊，你若讲各一部门才来对接主管的，这些师傅，哦，啊，这唔只是正确的一个啊观念，啊，咱过来，啊，即卖这个来看，就是讲。内部控制的确实就是啊，咱主要就是组织上的不满吼，啊一个报复也可能啦吼。啊，主要那、啊、你不给费啦，伊的收入，伊的收入，吼、哦，那讲伊的生活吼、哦、太啊，那么啊做不正当的投资啦，啊个是这个跋筊啦，啊这当然伊的收入。那今仔讲只五万块尔，你要一个月要开六万块，那有可能？一定后摆啊，一定出大事的。所以讲有这个情形啊，
拢是第一个叫做啊，有这个啊因素啊来产生。哦，啊，过来机会就是讲，咱头拄啊讲过啊，授权，吼、哦，啊是这个啊伊这个员这个编制外这个员工啦，无做过啊迄、那个背景的调查啊，背景的调查，啊加分工啊，分工啊无落实，啊过来这个话足重要的，这个职务啊定期轮调啦，这是也足重要的。哦、因为做久啊、哦、总是有时候会那个人说那个职业上的怠惰啦、哦、跟、职业上的、啊、我就听做这位置、啊、这个做、啊、就要做几十年，这样问题慢慢的会去产生出来、哦这就是职务的、这个轮调、我很重要、哦啊，咱过来看到啊，合理化啊态度啊，甲这个合理化吼、哦，咱会了解讲，这咱即马要讲一个最近发生的塑化剂，甲这个啊塑化剂，即马甲老板发现以后啊发现以后甲老甲。把这个工厂头家叫来，伊讲，这我二十年前我都安尼咧擦嘛，但咧我都用这个方式咧做啊，我哪有啥物办法？伊这就讲，伊实在应该你要擦的时，你来去了解讲这擦的食物内底会对咱身体有啥物影响无？伊无家己去想讲，你参的是唔对。伊讲二十年前就安尼咧参啊，依照这个方式啊，方程啊，方程式、方程式啊来咧做。安尼伊这就是讲要达到伊安怎讲啊合理化了。安尼我哪有罪啊？啊，伊个讲法是安尼。啊，实际上你爱家己判断讲。我参这个物件内，对咱以后的人体的影响安怎？伊无考虑到安尼，伊只咪讲伊是啊合理化，哦，这大家会了解吼、哦，啊，这大家真实际上什么人的责任？真正有当时啊，咱交税金啊，拢交去，因家己乌白喷喷的喷喷掉。啊，咧管食物控制检验这个机关啊，敢拢无责任？啊，有咧办这个人啊无？拢无啦。啊，这就是啊，流氓政府带来。我看，那是日本政府。应该无这个现象。我听阮老爸讲，听阮阿公讲，日本时代，你睏根本都免关门啊！一个什么？因公来讲，甲咱。变得啊，中国人、台湾人甲中国人以后啊，什么咧偷掠家啦？啊，这是什么现象？这深深可能因为大家可能啊，较长辈者拢会去了解到这个情形。啊，实际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拄啊有一个机会。我一寡同事讲，咱来互日本管也袂歹啊，来互美国管也袂歹啊，那爱互这个叫做三流的国家来遮讲，来咧甲咱管咱一流的这个人民，所以咱的感受哦，足深的哦，这点大家
啊，爱了解讲吼，啊，因认为这就是啥？啊，因这就是合理化，因这就是啊。啊，这就是咱内部啊控制的迄类啊，咱过来。咱即马讲几个啊例吼，啊，这个例吼、哦，大家我看会了解吼、哦，我无要阁想要啊较详细解说，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哦，因为这最重要就是讲伊收钱贵，咱吼伊、哦伊个授权吼，授权伤大啦，吼、哦，所谓个会叫做啊财务甲伊个啊买卖啊，即、这个股票买卖甲迄个处理啦，拢一个人个包办。啊，即个人伊又认为讲啊，即都有机会伫咧，啊，就怎啊甲啊卖咧就闹跑啊。即个差不多有三十亿，吼、哦，这个弊案，哦，咱来过来看另外一个弊案，吼、哦，啊，当然这社会上，恁这往迄个人有需要的吼、哦，啊，这来把这个资料吼，迄、哦那个登录登去吼、哦，啊，即马过来看诶，啊，这啊，宝达啊，这个啊，掏空案啊，这主要就是我。伊要掏空啦，啊来成立这个啊，这个公司吼、哦，啊来掏空。啊，当然，即马这个有判刑啦，有判刑20年吼、哦，啊加这个罚金5亿。啊，但是伊拢总有70亿，啊实际上啊，钱啊咱所讲的啊下一页，咱所讲的啊有。拢总有70亿，啊，58亿，即马啊，58亿，要查无下落，唔知查个代志，怎啊蒸发去就对，啊，所以讲这啊，这个案啊是伫台湾的影响啊，我真大吼，啊过来，啊过来，啊这个案。啊，立法吼，立法吼，这个那咱所知啊，这有诶讲啊，这个叫做啊五鬼搬运法啦，哦，五鬼吼、哦、搬运法，甲咱台湾啊，叫做资金啊，啊掏空吼、哦，啊咱会看到这都是啥，因为伊成立啊中华商银。啊，个一个叫做立华票券，啊个友联啊，那个产险，啊个啊嘉实化，啊个中国力霸，啊个固态啊固网，即个啊有趁钱个啊，那有趁钱个啊，啊拢慢慢啊直直咧转，啊无趁钱个啊，啊即把它安尼个把它啊。底下大家互相哦，互相安尼交叉持股，啊来掏空吼、哦，啊这就是咱的金融机关的监督啊，啊会使讲是严重的失职啦，这实在是严重的失职啦。啊，好，咱过来看，一切啦，拢总负债啦。拢总数啦是2469亿，啊，即马伫美国，吼、哦，走去美国，啊，王友珍大家啊拢会了解，吼、哦，啊，咱即马要来看啊，我啊下一页，啊下一页，吼、哦，啊再下一页哈。哦咱现在要介绍讲啊，美国的这个啊沙宾法案，吼、哦，咱主要是咱啊美国啊政府的众院吼、哦，这个咱的议员啊，加参院的议员吼、哦，啊因家己啊来提出这个法案吼、哦，啊这对美国啊加现代啊会计
啊，职业的监制、甲公司的助理啊、甲市场上的监督啊，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啊了解的地方啊。啊，下一页，咱上重要就是这几个部分啦。哦，这几个部分咱也知影，咱阿摆啊要做内部控制，都一个根基。哦，啊，第一就是要加强管理当局的经营的责任。这个就是讲那个执行长。甲这个财务长，拢爱负着什么？啊，爱负啊，这个爱负有这个保证的责任，吼、哦、啊，因为伊这个财务报告啊，拢爱有这个啊揭露啦，哎呀啊角落啊啊个这个可靠正确性甲可靠性，因爱有保证的责任，哦啊无这个保证的责任，阿摆。因大家签一个名了，到尾讲无算账，安尼哪有可能的代志？啊，起码就是讲，啊，若爱有这个刑责，所以讲违反的，拢判20年甲25年。啊，因所领的这个奖酬啊，拢爱归还，啊，甲内部的放款的进出，这就是讲对管理当局啊，就是咱所讲的，就是执行长、财务长。啊，董事长啦，啊，迄、那个也、啊、是迄个要做咱迄个工作，董事会这个人啦，拢爱负着这个责任。啊，因为这个关系啦，会计系啦，美国些的薪水啊，读会计上头讲啊，即马电脑发达吼，啊，会计拢互电脑去处理啊，所以读会计接直直无人爱读去，到尾啊。这发生了后，才在找会计，在找无人。啊，找无人了后，才会计薪水怎提高？吼、哦，这就是讲啊，这个代志，因为有钱的人做董事长啊，做这职务的人，伊惊啥？伊惊讲，诶，伊去抓一关，讲啊，爱判20年啊，再来下一张。第二点啊，内部控制要求，这就是讲，咱爱成立一个审计委员会，啊，最少一定爱有一个财务背景的专家伫内底，啊，若无，这毋是叫做审计委员会，所以拢有特别规定啦。啊，个啊，执行长、财务长，拢是爱啥，有啊，讲甲较诶头前讲的，爱有这个保证的。这个责任加性质，啊，加过来，那啊，这个讲啊，要求这个管理阶层啊，对这个内部控制要有效的进行评估。内部控制啊，爱家己首先评估一下，看有这个内部控制有效无？啊，再下一张。哦，啊，即嘛，这个就是讲第三部分啊，对啊，会计师加审计。啊，人员啊，爱有独立性啊，有这个独立性啊，啊，袂使讲明天交代你安怎做，你就照安尼做。到时啊，你但是爱有这个啊处罚啊，这个啊犯到这个行政啊，这就是讲这个袂使雇用外部审计人员为员工，这是啥物？这点的外部的审计人员就会计师啦。你袂使请咱的会计师的内底人员也好，会计师也好，来请来做员工，这个袂使。啊，佮讲，你若予会计师啊签证，你要过来做顾问的工作啦。你若要叫伊做顾问，爱予这个审计委员会来核心过才会使。哦，啊，咱这个签证的会计师啊，爱定期啦，3年换一个，也是啊。那么几年一定爱换啊，这就是有这个要求吼、哦。啊，过来加强签建会计师甲这个审计委员会啊，一个沟通啊，常常做联谊啦，吼、哦、啊，你签的啊，甲阮查内部的啊控制情形，啊，甲爱来啊这个啊，伊个会计师的专业的
迄、那个签证费啦，爱透明化，吼、哦，这个专业啊，爱透明化，爱揭露啦，爱让大家知影，啊，再来，哦，啊，即马就是讲加强主管机关的监督，吼、哦，这个咱讲这个啊，迄、那个证管会啊，爱对这个有关啊，这个公开发行的这个档案文件啊。爱伫这个公开公司啊，监督委员会啦，伫这个三年内，搁爱查一摆，吼、哦，啊，这个咱也爱去监督这个啊，这个情形，啊，过来，我看今日啊，咱都介绍，甲这个所在几乎咱只啊，拄啊完讲完吼，啊，有最后要甲大家啊讲。实际上会计制度和内部控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实施要大家重视的一个课题啦、因为咱会发生这个做贪污啦和这些其他的发生都是做了不好所引起的所以讲，日本的制度甲美国的制度，人发生，人就赶紧定出这个制度来加强。啊，咱甲即马发生足大个代志，咱家己无讲真产生讲，搁定一个其他的制度来推行。啊，这也是咱爱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啊，今日甲遮感谢大家感谢，好，多谢。各位学员哈，我阁报告一下，咱这个张教授哈，有提两箱这个有关会计制度内部掌控真济册哦，有两箱在咱老家报道处呀。啊，各位啊，阿伯啊，有可能是单位咱这个会计财务内部掌控才会使来去啊。哦，这个张教授无条件送予咱的，有两箱的啊，你甲看下下再去提啦，啊，咱看无就免甲提啦，啊，咱铺下甲推一下。啊，歹势吼，我迄吼是带来伫楼卡吼，唔是要送予大家啦，迄若送予大家，我提了大家，迄是我要来揢伫这个图书馆吼，关啊，我是带四箱来啦，因为迄足重的吼，啊，所以拢。半箱安尼啦，哦，当地楼卡我是讲，若事务人员才拜托咱的同志吼，才拜托去搭，哦，已经搬起来哦，啊，感谢足感谢，啊，提到这吼，大家会使去提来看，啊，搁行提来看搁行，啊，唔是要送我大家足欢喜，谢谢。哎，起立，李静，干你，哦，请坐，咱休息。十分钟久，无停。